来关心教育方面的消息。嘉义市108年度教务处在表扬大会19号盛大举行，由市长洪炳辉亲自颁奖表扬191位的优秀教师，其中南潭国中的谢明昌主任赢得今年教育部师道奖的肯定。另外，今年度服务年资上久的资深优良教师是林松国小苏彩霞老师，伊持续伫教育界奉献长达40年之久，精神难能可贵。令人敬佩。今日市政府举办108年度教师节表扬大会，市长吴炳辉表扬获得教育部师道奖的南潭国中学务主任谢明昌，和今日市特殊优良教师、优良教保人员等等191位的老师，其中林松国小的老师苏彩霞，投身教育满40年。教学生涯协助真侪囡仔和家长解决困难。南潭国中的学务主任谢明昌长期负责囡仔鼓励，也创下学校连续10年东门学生休学退学的记录。今年获得教育部师道奖，在19号再度来获得嘉义市的优良教师，由市长吴炳辉亲自颁奖肯定。教育是希望工程，而老师是希望工程师。我们所有的人一起来灌溉，让我们孩子的幼苗能够成长，能够找到他自己的方向，然后茁壮。我相信在这里我们是感动的，是感恩的，也谢谢所有教育伙伴，你们的努力带给这个城市无限的希望。嘉义市不大，但是我们有大大的能量，源自于我们有希望工程师，那又就是因为教育来让嘉义市变得更伟大。我们感谢所有的老师。今天如果你在我们道路上或者看到旗帜，你知道满满的是代表市民感谢所有的老师，祝福大家教师节快乐，希望在教育的领域里面每一个人我们都发挥更大的能量，让大家看到嘉义市。我想每个孩子都有与生俱来的天分，只是说他还没有被发掘。那我想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们，尤其是在我们嘉义市，因为在市府市长的带领之下，很支持所有的教育工作。那我想每个孩子都期待被发现啊，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们，只要我们肯多付出1% 的对孩子的支持，我想对孩子未来他可能是成长10% 或是100%的成长，现在或许看不见，但是对于他的未来绝对是可以被期待的。今年颁奖典礼表演节目由南平国中管乐团队负责全场演出，伫咧搭级合奏《Marching Season》的演奏当中，来跳出着典礼的开幕。现场有真侪位的嘉宾热烈致意，闹在非凡。这场表演就是由南平国中团队演出《炫影流光》，伫咧学生动人的舞美，配合现场的灯光，和整个颁奖典礼伫咧美丽的演出之下，为主场带来上大的祝福，现场气氛十分的温馨。最新新闻就顶顺王小三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